选手，来自伊朗的 Mehdad， 应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站立格斗猛人。25岁的他是伊朗的全国踢拳冠军，职业出战42战，取得了40胜。Mehdad come on。来自中国，23岁，身高184公分，5言搏击俱乐部选手，24胜8负，昆仑决首秀，曾经获得2015年度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法师5公斤级第二名。对，来自中国的小将孙杨，来到85公斤这个级别啊！哎呦，刚要说来到85这个级别，双方的力量都会很大。哇，刚才麦哈德那一记非常有力的高扫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孙杨有点火呀，对，但是这腿呢确实在情理之中。哎呦，这两个大个子冲撞在一起，这个力量啊！哎呦，后手直拳，哐啷哐啷！哎呦，这一下很重啊！麦哈德能否再继续战斗？孙杨要赶快到这个摆脚去，要不然你会拖延这时间啊，让麦哈德多休息几秒钟。是的。嘿，这个时候孙杨脸上自信满满，很轻松啊。哎呦，这个霸气也打出来了。哎呦，再次后手，第二次后手。这个麦哈德对于这个拳的防守好像一点意识没有。这个时候麦哈德身上还是有点晃，有点懵，很重了，这一下起不来了，起不来了。哎呦，麦哈德这个意志力真的是够坚强了啊！刚才那一下真的是很重啊！是的。哎呀，右手擦手，哎呦，这有点晃，不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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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真是大的级别比赛啊，这种 KO 只要击倒了很难再站起来啊。是的，这是实力的体现。对，这个时候如果下场的时候，现在身体还是有一些晃动啊。对，你看整个就软掉了身体，确实是在应该的规则允许，但确实有点不太讲究。火爆啊，对，但是这几次击倒啊是实实在在的，这实力的体现。对，这个时候如果下场的时候，现在身体还是有一些晃动啊。对，你看整个就软掉了身体。在第二次击倒的时候，我以为麦哈德已经很重了，可能站不起了，但是挺过来了。对，但是这个时候强弩之末已经不行了。哦，这一下你看，整个身体是歪到了一边了。对对对。哦，你看，刚刚这拳一中的时候，眼神就已经彻底没有了。其实孙杨这个拳发力还不是那么个完全。对对对，这个级别太大了啊！是的，力量太重了，本力太大，是的，整个身体冲撞这个力度又大，对，气势又强。好，这个后手，孙杨应该是连续打了10几个后手拳。对。前为您带来下组比赛精彩看点，接下来2017诸神之战70公斤级世界冠军赛16强资格赛第11小组赛即将开始。第11个16强资格，四位拳手中到底谁能脱颖而出？精彩比赛马上回来。